言，有本事跟我肉搏呀！用法术算什么本事？哎，晚上注意安全。顾北新，你没事招惹他干什么？咱们打得过他吗？就算咱们三个加起来，能打得过他吗？你要再这样的话，就别跟我们一起上路了。别冲动啊，师傅。先生，被褥还要换位置吗？换。师傅，师傅，他要动手了！他要动手了！不怕，师傅，他要动手了！咱们有护身符，咱们还有艾草，相信我，我不让他伤害你一根汗毛的，师傅啊！今天晚上一定要提高12分的警惕，万分小心。嗯，放心吧，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嘘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哎呀，师傅，你怎么躲这儿了？哎，陆延他到底还来不来了？等的我都等饿了。晚上都没好好吃饭。嗯，听见了。哎，师傅。这样，我去后厨给你找点吃的啊！别去，危险。没事儿，这都几点了，要来他早就来了，不差这一时半会儿。再说了，我有这个艾草，我还有护身符呢。啊，没事儿，等着。刀拿着。不用，你等着。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妈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守夜呀，怕你们两个半夜睡着了被陆岩偷袭。不是，那个，正好我去弄点吃的，你要不要？吃点也行，哎，一看也没吃饱。行，那你们等着我啊。哎呦，进来吧，别在外头守着了，吃完饭再回去。这旅店半夜还真是安静啊。